很高兴、哦、我们这边是那个巴普特电玩风，我还是要讲一下，我们这个是我们现在人在那个台北电玩展的现场，那我们现场很多观众，那在今天呢我们有一连串的直播，今天是那个礼拜四的最后一场，我们这一场是讲到枪弹变魔一跟二的这个声优希望惠美跟制作人世泽先生来，那今天呢我们现场很多观众，请大家这个遵守秩序一下，我还是要讲一下哈、哦，谢谢。那我们稍后呢会请他们上台，那在开始之前呢，那我们先看一段那个游戏介绍影片。以上呢就是《枪弹变魔》的介绍片，它是一款非常非常有特色游戏，相信那个不管现场还是线上的玩家们，大家都对游戏相当的熟悉。那我们呢现在就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那个声优旭芳小姐。啊！那是谁？哦！感谢的观众非常热烈，非常的热情呐、啊。哎、欸，我入座。那我们再欢迎那个制作人施泽先生。哦、好，两位好，来请坐，请坐。你好。好，请随意，请随意，我们这边很轻松。嗨。哎，那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在现场和线上来访问大家两位制作人跟制作人跟声优，谢谢。哎，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那我们先请那个施泽先生跟我们现场还有线上的玩家先打个招呼。はい。あ、ごめんなさい。え、皆さん、弾丸は、弾丸は、え、弾丸は、大家好。对，请跟现场。弾丸は、弾丸は、スパイクチューンソフト弾丸論破プロデューサーの寺澤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哎、欸，你的麦没有开，不好意思。在这边呢。抱歉。啊，请这边。我是那个 Spike Chunsoft 的枪弹变魔系列的制作人施泽善德，谢谢大家。那再请旭芳小姐来跟现场还有线上的玩家们打个招呼。那我跟他上播。どこでお願いします。はい、ダンガノーパー、1では苗木誠を、そして2では駒枝凪という役の尾形由美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那我是旭芳惠美，那我在《枪弹变魔》里面是扮演苗木成这个角色，那我在《枪弹变魔2》里面是大家都很喜欢这个破之指斗这个角色。谢谢。好，那大家都其实都很熟悉，因为《枪弹变魔》这个一代之前都有出过日文版。那但是我是觉得说这个游戏非常非常有特色，那可以请制作人帮我们简单做个介绍吗？这个游戏？この弾丸論破というゲーム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あの日本語版からずっと気になってたんですけれども、はい、今日やっと中文版が出たわけですから、はい、詳しくこのゲームについて説明していただけますでしょうか。はい、わかりました。もう説明に入っちゃっていい感じだ。不好意思、那我还是因为不好意思，我先笑过，抱歉抱歉。那还是回我们才照流程走，好，抱歉。好，那我想在这个问题之前，因为我刚刚有点。
跳过问题，因为我还有一个想问，就是因为讲说你们两位有之前来过台湾嘛，我刚忘了，就是我们有收集问题，那请先整个试着先说好。すいません、任させたんです。すいません。台湾。そうだよね、段取りのね、順番がちょっとね。ことになります。はい。ではそのままからお願いします。台湾ね。ライクは？僕は本当ね、初台湾なんですけど、もう今日のね、イベント。大丈夫？大丈夫かな？イベントとかでもね、もうすごく皆さんの反応が良くてね、もうとても温かいそのなんだろう熱をいただいて、本当に感激してます。那我们四德先生他算是第一次来到台湾哦，那他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活动的部分也是看到非常多热情的台湾的玩家，那他也是觉得非常的惊讶跟喜悦。那请旭芳小姐跟大家讲，哎，哦，まずこれが、this is like Japanese sake, one cup Ozeki。我们旭芳小姐拿到这个台湾这个杯水哈，她觉得跟日本的那个便利商店在卖的那个日本酒的包装很像，她现在有点想要喝酒。那这不好意思，我们下次应该准备 sake， 一杯 sake。今度は日本酒用意いたします。啊，耶！仕事中。我们是在工作，可能不太方便。不好意思，请我们想问一下旭芳小姐，那第一次来到台湾，那像我们现场那么多热情观众，这样明显，对你这样来过台湾吗？这样子，我想问这个问题。小田さんも台湾は初めてなんでしょうか？はい、初めてです。と実際現場を見てどう感じたのでしょうか？近いね。とてもなんかとても暖かくて、すごく暑くて、とてもハッピーな時間でした。那旭芳小姐实际上来到台湾，她觉得台湾的不管是粉丝或者是一般的民众都非常的亲切跟热情。那她觉得她看着这么多亲切与热情的粉丝来到现场，她觉得她的心也暖起来了。はい、なんかしゃべるときにこうきちんと聞いてくれたり受け入れてくれる感じが日本人とすごく似ている感じがしました。他觉得他在活动中就是像这样对大家讲话的时候，大家很就是在台下听得出神，然后也有非常热烈的反应的这样的一个感觉，让他觉得在台湾跟在日本真的是非常熟悉的，就是很像的一种感觉。真的，我们的现场的大家这个都非常的亲切，而且日文都很好。皆さん日本語とても上手です。对啊，Thank you, ありがとう。谢谢刚刚来到现场支持我们 PlayStation 的活动的粉丝们。Rock up, boys。干杯！那我们为各位广大的粉丝们干一杯。干杯！好，谢谢两位的说明。那我想问一下哈，那今天四德先生带什么样的特别消息要告诉我们吗？这样子。今日はどんなお話を持ってくださったのでしょうか。はい、まあね、さっきステージでね見てくれてた人にはもう同じ話になっちゃうんですが。那就没关系。っていう前提は言っといてね。はい。就是首先要跟大家来到现场，就是追着我们的两位来到现场的各位粉丝朋友来说声抱歉，就是我们这边的今天所讲的内容可能跟刚刚的舞台活动有一些些的重复，那这个部分要请大家多多见谅。まあ今日はね、先週出た弾丸論破の、中文版の話と、あとスーパー弾丸論破2の重大な発表がありますんで、この後お話し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那我们今天当然是要来谈一下我们上个礼拜四刚发售的《枪弹辩驳一》的这款游戏的详细的内容介绍。那当然，我们也带来了它的续篇《超级枪弹辩驳二：再会的绝望学员》的重大的消息。哦，那可以请帮我们做个说明一下吗？那我们来看投影片来做个说明吧。では早速、弾丸論破1の紹介に入りたいと思います。はい。ね、こちら映ってるのが。先週発売されたやつですね。はい。那我们现在这边所画面上所看到的，就是我们上礼拜四所发售的这个PS Vita 专用的这个《枪弹辩驳：希望学与绝望高中生》的繁体中文版。是。もう買ってない方にはぜひ今日買ってってください。那还是要来让我们业配文一下哈，就是大家还没有购买的朋友，请多多支持我们这块作品。好。
じゃあちょっと中身をね簡単に説明をしていこうと思いますけど。好，那我们马上进到就是实际上来稍微说明一下我们游戏的这一张的 slide。好，我们看看了解一下枪弹辩驳到底是什么样的游戏，然后到底是怎么玩的呢？弾丸論破は一体どういうゲームなのかというのを説明をお願いします。はい。弾丸論破はね、15人の高校生が、学園に閉じ込められてしまって、その中でまあ殺し合いをさせられちゃうんですね。おお。でまあ殺人事件が起こると、その後学級裁判っていう。モードに入ります。あ、そこまで行きましょうか。那我们枪弹辩驳这款游戏呢，它主要的就是有是在说有15个学生被关在一间的学校里面，那他们被迫在这间学校里面必须要进行的自相残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で、まあ学級裁判ってところで、まあこのゲームならではの、まあ、ゲームシステムでいくつかまああるんですけど、それを駆使して、相手と議論をして。相手の矛盾を論破して、犯人を見つけ出していくっていうようなゲームになってます。那当发生了所谓的杀人事件的时候怎么办？你就必须要让所有生存的学员来进行一个叫做班级审判的这样一个这个游戏非常独特的系统。是。那透过他们来彼此的辩论，来论破对方这个言语中的矛盾，来找出真正的凶手，是这样的一款游戏。好特别又残酷的一个进行方式啊！とても残酷な。いやそうですね、とても残忍なちょっと内容ではありますけど。那我们的这个学习班级审判的这个过程是相当的残酷的，那请大家可以在我们游戏里面实际的来体验。好，那请下一张。はい。でその舞台になるのがこの私立希望ヶ峰学園という、超一流の高校生が集め、しか入れない、エリート学校なんですけど、まあここの校長先生、学園長が白熊になります。那我们现在这边所看到的这个所谓的私立希望峰学员，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这十五位的高中生被关进去的这个地方。那这是我们故事的舞台。那我们这个舞台里面，这个学院里面有一个校长的角色，就是我们这边所看到的这个非常可爱的这个黑白熊。这个看起来真的不像校长啊，跟我们印象里面校长在差很多。校長先生というよりマスコットキャラ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そのキャラクターについて少し詳しく。いや、まあマスコットでもあるんですけど、ちゃんとゲームの中で、ね、ものすごくウエイトが大きくて、でまあ本当にこんな可愛い顔をして、まあ生徒たちをもう閉じ込めて殺し合いさせちゃう人なんで、とても。那黑白熊看起来像是一只可爱的娃娃玩偶，但是它其实在它可爱的外表下隐藏了非常多这个恶毒的这个心肠，而且它在这个作品里面会用不计各种手段。来折磨我们的被关在学校里面的学员。哦，好可怕。で声優さんがね、まあ皆さんね知ってるとは思いますけども、まあ本当に日本の国民的アニメのあのドラえもんの。ああ、また言ってくれましたが。大家都知道啊。僕の口からは言えないんですけど、皆さん知ってます。もう一回どうぞ。ドラえもんの。ああ、言っちゃった。那就是我们这个黑白熊的这个角色呢，就是他其实是配音员的部分，其实是大家都非常熟知的一位非常有名的声优来担任。那其实就是我们的哆啦 A 梦了。那相信大家把游戏买回家，放进游戏片，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都会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对，因为反差很大，因为一般我们印象中的那个猫型机器人角色，跟这样的角色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对啊。これはあの特に言う、ギャップ萌え。まあそうとも言うと思いますけど、那就是所谓的反差萌的。真的，真的，真的。那这个游戏这样整个设计起来，其实世界观非常特别。那我想问，我想问那个旭芳小姐啊，那身为一个声优啊，那在这个游戏还在做的时候，还在筹规划企划的时候，那第一次拿到这个脚本的时候，你的看一看这脚本，对于这样子脚本的那个角色，你有什么样的感觉？我看法。声優として初めてこの仕事の話が来た時は、そのまあ実際台本を見てどう思われたのでしょうか。とてもエキサイティングで、とても深いお話なので、とても面白いなと思いました。他觉得是一款非常异色、非常刺激的作品。那他在第一次看到剧本的时候，他就有预感。他看完以后，他觉得他有预感，这是一款非常出色的作品，那会非常受到欢迎。原来如此，那真的是很奇怪。说到声优，因为像这款游戏啊，其实它很大的魅力所在，就除了它的世界很特别，那角色也非常非常多样化。那请到了这个
声优群也是非常豪华。那这个就是他游戏的最大魅力所在吗？このマゲームには15人の高校生が閉じ込められていると聞きましたけれども、はい、そうですね。それぞれ大物の声優さんが担当されているとお聞きしますが、その辺のことについて。そうですね。先ほどのね、大山信代さんから、まあ尾形めぐみさんから、あとさっき名前出さなかったけど中井和也さんとかね、あと誰かいますかね。いろいろい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いっぱい。石田明、はい、桜井孝宏、はい、氷笠陽子さん、氷笠陽子、沢城みゆき、斉藤千和、斉藤千和、ね、鳥海浩介。アンドアドアーズカッペイさんとかね、はい、まあとにかくみんなね素晴らしい声優さんで、はい、楽しみにしてる素敵な人たちばっかりです。那就是我们这个游戏的声优呢，是我们刚刚所提到哆啦 A 梦这个大三现代的部分，还有当然我们旭光惠美小姐在这边嘛。那还有我刚才听到一个就是配那个卡佩桑就是盛平先生，对，山口盛平嘛。其他的请大家回去自己看我们的影片，配音表非常的豪华。刚刚影片这个量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为大家。那个跟考试一样，就求背三的跟考试一样。处理，对对对。好，那个像这个旭光小姐啊，在这款游戏里面是负责配苗悟成这位主角的。那对于这个角色呢，那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吗？想法？岡田さん的には、苗木誠のことについてどう思われますでしょうか？とても普通の少年なんですけど、普通の少年と言われていますけれども、どんなことが起きても諦めない、絶対に前を向くというのは、逆に普通の人はなかなかでき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なと思います。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乍看之下很普通的这个小男生，但是反过来说，他在剧情里面，就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是挫折，或是置身于怎么样险恶的环境，都不会因此而感到绝望。他觉得这个其实是他最大的特质。那他其实不是大家这边所看到的一样，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平凡的小男生的这样一个部分。なので、普段思ってることとかは普通の本当に普通の男の子なんだけれども、でも何かあった時に絶対に前を向いて希望の選択を選べるというところで、やっぱり彼はスペシャリストなんだなと思います。就像我们这边所看到，他虽然是一个很平凡的小男生，但当他在遇到困难或是挫折的时候，他所做出的抉择绝对会是积极的、正面的，是朝向有希望的那个方向去做判断跟抉择。所以他觉得这个就是他最大的特质。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平凡的角色，这个是他对这个苗不成这个角色的想法。所以说他除了有超幸运，我觉得他超有意志力的，超高中级意志力这样的。超高校級の幸運ではなくて、超高校級の意志を持っているキャラクターだと思いますと。そうですね。サンキュー、ありがとう。谢谢。那其他，因为他游戏角色其实相当的多样化。那我们听说四德先生要我有也直接来玩游戏，为我们来做示范吗？我実際このゲームの魅力を皆さんに見せるために、デモプレイをしていただくということをしておりますけれども、そうでしたね。そうでしたね。早速お願い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やるんですね。デモプレイ。再另外一个，不好意思，另外一个。体験版のデモプレイ。不好意思稍等一下，これね、ビータ TV で出してるんだよね。台湾では出してます。ね。はい、で。あ、今プレイ。对，这个非常特别的那个痛贴。これは台湾限定の商品。で、今日はトライアルをはいやっていきましょう。试玩版。那我们今天是玩试玩版的部分。对，它的试玩版的那个 tempo 比较快。可你要问谁？哦，请玩中文，谢谢。请玩中文。先生想要选日文，我们等着阻止他。そうか。じゃあ俺わかんないな。难得有中文版，就让我们玩中文版。せっかくだから中文版でお願いします。そうだね。哦，出来出来出来。其实当初最早在看到这个杂志啊，网络上刚好情报的，哇，这游戏也太酷了！为什么会做这个样，用这样的风格来做？我当时就觉得第一遍是，これまで見たことがないというような感想でした。この表現はね、僕らは 2.5D のプログラムで、
3D ゲームの中に 3D のキャラクターを動かす。那像这样子一种画面风格的东西，在他们公司内部建立团队的2.5D 的这个美术风格，他们是在这个2.5D 的环境里面把就动画风格的掌握放到这个游戏里面。我这讲还相当潮啊，就是个潮感。Thank you, thank you. You can do it, Thank you.这片头我也看了很多次，很有趣的。啊，好可怕！哈哈哈哈哈！没关系，我们节目没有尺度 ，OK， 这还好，这都 OK。我们现在直接玩的，直接摆手法 ，Tempo 会比较快，比较可以直接玩到比较重点的部分。どんどん進んでください。はい。じゃあ今やって、もう手に入らないか。じゃあ順便讲一下、下面問一下。あれは初回の PS Vita TV の台湾発売分にしか付いていない。もうないの。手に入らない。还有吗？これはもうないですか？ほとんどない。まだちょっとある。是哦。对，几乎已经。哇。これは日本にもないものなんで。这个是我们连日文都日本都没有的一个产品。哦。专门贴在我们的 PS Vita TV 上面。持ってる人は自慢していいです。那因为量很少，是完全限定的一个产品。那就是告诉我们游戏出来要早点订，真的。对对，这个是，真的非常就是这样的一个部分。好，不好意思，那个刚刚线路有点问题，我们先重新。我们刚刚没有进来什么，就是直接进来游戏，那我们请继续请那个制作人，吃完开始。哦，这有游戏来了。我，操作是哆啦 A 梦，飞吧，飞吧。じゃあガガガッと飛ばしていきましょう。我其实我有一个小小これをね。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疑问啊，因为我玩的是中文版，制作人这样是 OK 吗？看到吗？中文版だけど大丈夫ですか？なんか書いてある。心配してる。いやダメなんで多分。もう説明してください。我就是要像这样子一步一步跟他讲，他接下来什么。好，ちゃんとあそこのね手紙もね。在游戏里面書いてくれてる。看得到的字，都有尽量的为玩家提供线索，甚至可以沟通。これも体育館に行けって言われた感じ。今こうしましょう。でまあこうやってねいろんなところをね調べることができる。在游戏的环境里面可以像这样调查各个环境里面的物件。先查看附近有什么，熟悉一下环境就是。環境を調べるから。对，まあ推理する。哎，他丢出的问号是什么样子？あのカーソルに投げるあのクエスチョンマークは何でしょうか？え、クエスチョン？クエスチョンマーク、あの調べるときクエスチョンマークが飛んでいくんじゃないですか。はいはい。それは何でしょうか。じゃあ演出です。那个是我们画面上的一个呈现的，因为它是要调查像一个准星一样东西的。哦，几号机啊？对啊，不二校区。就然后看到他就拿问号打他的。このゲームのアイドル、アイドルです。可愛い子を見つけたらクエスチョンマーク。可愛い。そうですそうです。そうそういうゲームです。对，就是用问号来砸真妹的。Best。ベスト姫、ベストプリンセス、in this game。これね当てるところによって反応が違ったりすればいいんですけど、そういうゲームはね違う人が作ってるんで。我本来是希望这个游标瞄准这个角色身上的不同部位会有一些反应。这这么棒啊！但我们那是其他的公司的作品，我们公司是非常健全的作品。真的吗？真的吗？あのねさっきからねちょっとエロプロデューサーがあの辺にいるんですよ。啊，因为我们台下今天闪乱娱乐的制作人也在台下，所以他把我们热情的目光望向你。哦，可以合，下次可以合作啊！这样，这部分的需求可能要去找那位制作人的作品。哦，操控终极大美。啊的。哦。こうやってね、可愛い女の子と会話をしていくゲームです。嗯，但是我们虽然是体验版，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可爱的女生可以跟他一起对话。で可愛くない人はスルーしましょう。山田く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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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一下一开始这个体验馆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个环境跟架构。体验版はあの学校のまあ内部もいろいろ見せてくれるんでしょうか。体験版でもあの学校の中をまあある程度歩いていける。まあ、最初にね移動できるところはね、まあ後になると広がっていくんだけど、体験版は最初のところだけは。我们只有最初级的这部分可以走来走去。哦，出来出来。ね、校長先生ね。就突然想发出啊，ドラえもん的声音啊，拜托帮我帮我忙这样感觉。哇，本当要来。ドラえもん。いやダ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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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っちゃダメ。あれは四次元ポケットではなくてへそ。他肚子这边那个不是我们某种是次元口袋，他是那是他的肚脐。看了很想按下去啊。押したいですよ。ね、押したくなります。要杀了人才可以离开啊。まあ人を殺さないとまあ出られないというようなルールですよね。誰かを殺して完全犯罪しないといけない。一定要杀掉某个你的同伴，然后你要保持是所谓的完美犯罪，不能被发现的情况下，你才能离开这个学校。这跟侦探一般侦探游戏是几乎完全相反的一个逆转思考的。それはあのまあ一般の推理ゲームと真逆な発想ですか。どこが？どの部分が？是怎么样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说一般，会去有因为有发生完全杀人案件，然后你要去找出来，然后但是你自己清白的，在这个两个落差啦。没有了，他的意思是说，就是在这里面会发生杀人案嘛，当然主角没有去杀人，对，当然就是杀人的那个人的目的，对，必须要是完美杀人，他才可以离开这样子。这个步骤，但是你在推理的时候，通常是透过选项来进行。可是这个游戏它最大的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在实际上是透过班级审判的这样一个流程。那你在审判的过程中，其实你的其他的学员是不停的在讲他们的意见，那你要从里面找出一个在说谎的人。然后，而且因为其他的人的反应都是即时发生的，所以这跟一般以选项的方式来推进的这个推理游戏是最不一样的地方。そしてやるその喋るのを止めるときに。喋った言葉が弾幕になって出てくるのをこの人のが嘘だと思ったらそこに銃を受けて撃つ言葉をね撃ち込むっていうねっていうミニゲームみたいなあの、まあ、アクションシステムがいっぱいあってそれが新鮮なんだ而且因为是在班级审判过程中是有所谓的弹幕会出现在我们的荧幕上那你必须要从这么多的人的话里面找出你觉得是说谎的那一句然后用你自己的话来冲击他来突破他的矛盾的地方那对因为我们是一个推理游戏没错但是因为是在枪弹辩驳一的设计上面呢它其实在一的推理难度里面并不会说真的是非常的艰涩当然你如果玩家在收集一些证据线索都收集到以后你可能就可以大概猜得出来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是谁是凶手那你可以去享受这样的一个抽丝剥茧的过程就看一下然后做笔记做很久然后想一下到底是玩的メモを取りながらやらないと僕は絶対無理だと思ったんですよあそれは大丈夫推理とアクションの要素が2つあってその両方ともあのイージーモードから難しいモードまでセレクト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で推理は得意だけどアクションはダメっていう人は推理を難しくしてアクションを優しくすればできるしアクションは得意だけど推理はダメっていう人は推理を優しくしてアクションを難しくすれば楽しく遊べるみんなが楽しく遊べる因为我们游戏的推理的部分跟我们刚刚所说的你实际上是用动作的方式去驳倒别人这个部分的难度都是可以个别调整的是那可以从简单到普通到困难那所以如果你是比较擅长推理但动作你不在行的话你可以去自由的去调整这方面的难度调配好亲切啊好棒的设计親切なゲームデザインですそうですねで、まあ、答えが分かってるのにそのアクションで当てらんない相手を言い任せらんないこのもどかしさみたいのもこの演出として非常に効果的になってます但因为我们的游戏不是单纯的推理它也有动作的部分所以玩家就算透过推理你知道凶手是谁但你可能你动作的部分不是很顺畅的话你也没有办法找出真正的凶手他觉得这个部分就是这个游戏最有趣的地方好稍等我们要继续玩これはあの一応
まあ、予定の場所までたどり着くんですか。うん、行きましょうよ。じゃあ因为我们还剩下最后一小段，那もうダッシュでって、もうもうあれなのかな、入れば入れば多分だよね、入れば。じゃあこれは、うん、哦，回去刚刚这个刚刚的流程是要回到他的房间，对，叫我回到他的房间嘛。我们现在看看我房间里面有什么样东西呢？哎，怎么回事？怎么到处都是刀痕啊，被翻乱七八糟的。都是他们，これは何かが起こったんです。这是说明这个房间里面发生事件。何かが起こったので、いろいろね調べたりするんですけど。所以我们因为已经到了，得来到案发现场，我们可以像这样子调查很多东西。哦，嗨，もうもうこれで。结果在那边。ね。これは誰かが死んでしまってるというね。有一个男同学，夜影同学，他死在这边。はい、いろいろ知ってる方はね、C で。知道接下来发展的现场的朋友，先不要透露出去。就是他打倒指甲油嘛，打翻指甲油，打翻全身的。没有了，开玩笑。哦，那この後証拠集めとかをして学級裁判に進んでいくと。那接下来就会是马上就进行到就是收集证据跟办理审判的部分。但是今天就先到这边，那剩下的乐趣就是由大家自己去玩了。哦，那そういうゲームで、この先はもう実際にプレイして。剩下的就是请大家到。因为下面真的就是乐趣开始，大家自己享受。それから楽しくなる。そうですね。はい。最大的乐趣就是在这之后。谢谢大家。好。来。那今天呢，在那个，哎，不好意思，刚刚那个 PowerPoint 嘛，对，请，吉原さん，哦，不好意思，因为今天在那个 PS 会场啊，有，对，啊，バハムートの画面は見れないんですか？文字が出てくるのは見れないのか？有没有可以看到直播的画面？哦，自己的，去帮小姐的 request。哦，因为在外面没有，这边没有，现在没有，那就得見られます。OK， 抱歉。啊，请看 PowerPoint， 不好意思。对对对，那就是我刚刚讲说，今天那个有发售在台北电玩展的这次有特别贩售那个《枪乱辩驳》的原创的 PSN 的 card， 那可不可以请那个志先生帮我们做介绍一下？对啊，まあ先ほども発表しましたけれども、まあ台北ゲームショーで先行販売となっている特製の。ダンガノンパの PSN カードとなりますけれども、まあ、実際の紹介をお願い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はい、手浅さんに。うん、実際の紹介？有所谓有实际的。物はないよ。そういうことじゃなくて。有，其实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大画面就是这个画面，其实。まあ今実物は持ってこない。来ないかな？かな。ないか。まだ買えるのかな？会場で。うん、あ、じゃあまだ会場で買えるようなので、うん、ぜひこの後ソニーブースでね。うん。うん、買ってってほしいなと。那我们今天是没有实物拿到现场，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边的画面了。那就我们刚刚的探子回报，我们现场也是还是有货。那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要，可以赶快来我们的台北电玩展的会场来买、购买。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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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我们确实一下，那我们这个玩家很期待这款游戏的续篇的消息。那不知道那个。希望有一些重大的消息可以再提供给我们。不知道志德先生有没有？先ほどの説明を聞いて、まあ皆さんはそろそろ続編に対する期待も高まったと思いますけれども、重大発表があるとお聞きしましたけど、はい、それは何でしょうか？もうさっき発表しましたけど、まあ次ですかねこれ。那我们请欢迎下一章。はい、ということで、弾丸論破2が、中文版発売になります。おお。出た。就我们稍微早一点也在我们的会场有发表，是我们的《枪弹辩驳一》的续作《超级枪弹辩驳二》再会的绝望学员的繁体中文版，我们正式决定会发售。嗯，好，那我们现场有准备那个 PV， 那请刚刚帮我放一下，我们来比一下。今日もここで PV を用意してきましたので、再生します。まあぜひご覧ください。
在哦，这边有跳出来了，春呢，对，発売ということなので，对，预计中文版预计会在2014年的春天上市嘛。那我刚才有看影片里面，就是有看到旭芳小姐，就是在二代又为我们那个主角，另外主角新的主角破春来担任那个配音。那这位角色看起来好像跟一代主角差很多的感觉，不太一样。那可以请旭芳小姐帮我做个说明。先ほど TV でもちらっと見ましたけれども、岡田さんは。ダンガンロンパ2でも、キャラクターを担当されていると思いますけれど、はい、その、まあ、見た目的には、ま、見た目からすでに劇的な違うキャラクターになってい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はい、それについてどう思うんでしょうか。全然違います。两个角色完全不完全的不一样。可以说明一下，简单讲一下有没有什么差异性的特色。この、まあ、違いの、まあ、どのように違いますかというのを簡単に説明お願いします。二人とも超高校級の、幸運という役なんですけど、苗木の方は幸運を自分で、なんていうんですかね、選び取っていく、まあ、引き寄せるっていうね、幸運を自分で選んだことによって引き寄せる人だけど、駒枝はまあ元々ラッキーなのはあるのですが、希望、なんて言ったらいいんだ、なんだろうね、お前は難しいけど、割とそのラッキーが降ってくる感じがあるよね。でも向こうからね、うん、とても、うん、苗木は前向き、二人も前向き前向きだけど、意外と前向きよ、前向き、そう、小前でも前向きなんですけど、ハートがこうとっても、幅が広いというか、とても優しそうに見えていて、冷たかったとても冷たかったり、うん、いろんな顔を持っている人なので、そこが違うで、苗木はまっすぐで、駒枝はいろんな顔を持っている。那我们的这个旭芳小姐在《枪弹辩驳一》跟二所扮演的两位角色，苗木成跟这个破之直斗，他是完全，他们两个的头衔都是所谓的超高中级的幸运儿，是，可他们两个的幸运的方式有点不太一样。哦、oh ，这个苗木成呢，他是一个，他本身是一个很正面、很积极的角色，对，那他可以透过他的非常充满希望，他选择他遇到事情所做的抉择都是充满希望的那一种人，那他的选择可以自然而然的为他带来幸运。那可是破之这个角色，他是一个比较他在他的内心的这个情绪起伏非常大的一个角色。他看起来很平易近人，可是其实他在心底有的时候是很冷漠的一个角色。然后他的幸运也不是像苗木成那样，因为他自己所做的积极的抉择而招来的，他感觉像是他走在路上，好运就会自己来找他的那种感觉。哦，差很多。他觉得是这两个人是这个地方最大不一样。哦，是一个外热，有点外热内冷的角色。これはあの駒枝さんは、はい、あの心の中は熱く、見た目は本当は熱いと思う。まあね、思うけれども方向性がそう、例えば excuse、だから苗木だったらこうもうそれはなんとかっていう、こう前にこれはなんとかでしょっていう、こう前に出ていく方だけど、駒枝はうん僕は違うねみたいな、そういう感じのこうなんですかね、引いてこう見てるみたいな、そういうキャラクターの違いが斜めから見てる感じだよね。那就是他觉得说你说他热情，其实可能不是大家所想象中的那种传统的这种很热情的少年的那种感觉。就是苗木这个角色，他是看事情是很直率的，他看这个东西，他是非常直率的一个角色。他像他对看事情的角度是充满希望的，但是像破之这个角色的话，他觉得他看事情都是隔着远远的看，他从上面俯瞰这个事情说，哦，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就是那样。彼は面白がっている、なんかいろいろ周りで起こることを面白がっていて、とても起こることを楽しく見ていて、その中で何が一番希望につながりそうなのかっていうのを見ていて、行けるんだったら行ってごらんよっていう、そういう人でも苗木は掴み取っていく人なので、それが違う。那在破之他是比如说他有点冷眼旁观的态度，那他是从发生在周遭的事他冷眼旁观，那他看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会
这个选择对他来讲可能是最有希望的选择，他才会主动的去选择他。可是像苗木的话，因为他我们刚刚说他是一个很直率的角色，所以他会主动的去掌握他觉得最有希望的事情，有点观察者的意味，对不对？オブサーバーみたいな感じですか、ようなキャラクターですか。でも最後の方でちょっと変わるけれども、まあ難しいですね。そうですね。相変わらずね。はい。相変わらず説明の難しいキャラクターなんです。で、当然、这个角色在我们《江南辩驳二》的最后会有一个蛮戏剧性的变化，那这个也不太好说明了。那就是他只能说的就是他每次。看到这个角色，他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难以扮演的角色。上手に話せなくてごめんなさい。哎，就他也没有办法把他对这个角色的感觉说得很好，真的不太好意思。对，已经很棒了，我觉得非常的完整了。もう十分。很活灵活，这个角色印象非常非常活灵活现的。もう結構さっきのお話でもう大体こんなキャラクターだとというのは想像できますと。好，那我有听说，就是知道说这次一跟二的片尾曲就是由那个旭芳小姐来做演唱，那可以多跟我们分享一些细节的这个部分吗？岡田さんはあのダンガノンバーワンツーのエンディングテーマを歌っていると思いますけれども、その話を詳しく聞いていただけないでしょう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私のアルバムで。Thank you。这个是我们旭芳小姐的个人专辑。こっち。リビルドに、弾丸の1のテーマのリビルドが入っていて、このデザイアに弾丸の2のテーマのデパーチャーが入っている。那我们的这个第一篇这个 Rebuild 的这张专辑呢，就有收录相当辩驳一的片尾曲再生 Rebuild 在里面。是。那我们的第二张这个 Desire 这张专辑呢，里面就有收录相当辩驳二的最后的片尾曲 Departure。是。出航这首曲子，有兴趣的玩家可以来去找找看哦。那我想再插播一个东西，就是今天呢，我们有准备两片游戏，会抽出在线上抽出给送给我们玩家。那个对，不是现场，因为我们是给网络直播。那个我们只要在我们的讨论区回答问题，在我们留言板回答问题，就可以抽出两位幸运的观众，就是超巴哈级的幸运，好随便抽两个名，然后送给你哦。那我们会在过年后抽出，请大家踊跃去我们讨论区那个回复，这样子回复留言。那我们最后呢，想请那个四德先生跟旭芳先生来各讲，为我们那个讲师拿知识，然后台湾感想，要给我们一句话来台湾的感想就好了。那来试试活动，对啊。今日は実は生放送のチャットで。スタッフの人が、質問を出していて、見事正解した人はこれを2名様、合計2名様に進呈しています。はい。今はもうやってると思いますけれども、その間に、お隣様に、最後に台湾の皆様に一言お願い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はい、そうですね。じゃあ僕からでいいですかね。はい。もう本当にね、本当に気持ちいいです。今日は一日。皆さんとこういう触れ合いができてね、もう本当に感激してます。これからもね、ぜひ弾丸論破限らず、尾形さんなり、スパイクチューンソフトなり、もうすべてをね、応援していただけると嬉しいなと思いますので、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那四德先生呢说，今天来到现场，看到大家这么多的粉丝给他热情的支持，对他来讲真的是非常棒的一天。那也希望接下来大家能够继续的多多支持，不管是旭芳惠美小姐，或是他们 Spike Chun Soft 的作品，或是枪弹辩驳系列。那其实非常谢谢台湾的大家。对，谢谢。那我今天因为其实我也是旭芳小姐的 fans 啊，那我也是不好意思讲。那今天来很高兴有这机会来访问旭芳小姐。那这次现场很多那么开心，有很多朋友们，然后跟着旭芳小姐支持。那可不可以对他们还有现场支持的玩家们来？讲一句话，这样话，台湾的一些玩家，含めて、台湾現場の皆さん含めて、台湾の皆様への一言をお願いします。はい、とても楽しかったです。日本の漫画とかアニメとかゲームが好きだと言ってくださる方がこんなにたくさんいらっしゃるのだなということを。改めて台湾にいらっしゃるんだということを改めて感じてとても幸せでした。
他觉得首先就是汪小姐，她觉得说就是她觉得被能够来到台湾，她当然是非常的开心了，尤其是能够实际亲眼目睹到台湾有这么多透过可能透过动漫或是游戏对日本产生兴趣或者喜欢日本的这样的一个不管是玩家或是粉丝也好的存在，她真的觉得非常的开心，她也非常也因为这样让她重新的感觉到能够来到台湾真好。はい、弾丸論破はこれからもまだ続きますし、続編もあのスパイクチューンソフトの皆さんと一緒にあのいいものを作れるように頑張ってまいりますし、他の、アニメーションやゲームも、日本のクリエイターみんなとても頑張っていますのでこれからもいい作品をたくさん、日本のクリエイターだと他の声優のみんなと一緒に、いい作品を作っていけるように頑張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なので、これからもあの日本製のアニメゲーム漫画、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那就是我们《枪弹辩驳》的系列当然会继续进行下去，那续篇目前也是正在制作当中，那他旭芳小姐个人呢会一直会继续的跟我们的 Spectrum Soft 一起努力，把最好的作品提供给大家。那当然也是不只是 Spectrum Soft 的作品了，那当然还有可能旭芳小姐本人所参加的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可能是动漫或者是游戏的其他作品，他也会尽心尽力的去把它做到最好，那希望能够跟所有日本的其他的可能整个所谓的业界的creator 的创作者们一起努力，把最好的这个娱乐的内容呈现给所有的粉丝们。好，谢谢。那我们今天很开心能够这个八五的电玩风有这机会邀请到这两位，那那个制作人跟声优，很谢谢你们。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了，我们很高兴有这机会访问，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好，谢谢，拜拜，拜拜，拜拜，下次见，拜拜。